好的，谢谢一号作品的小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接下来有请二号作品的选手代表上场。二号作品是由广东省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选送的《吐气扬眉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的，谢谢孩子们。接下来将出场的是三号作品的选手代表。三号作品是由广东省中山市委宣传部选送的《流动娃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四号作品的选手代表。四号作品是由浙江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《动画时间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谢谢可爱的孩子们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五号作品的选手代表。五号作品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小红星幼儿艺术团选送的《冰娃娃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六号作品的选手代表上场。六号作品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蓓蕾少儿艺术培训学校选送的《下雪了，真滑》，准备，开始。
谢谢孩子们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七号作品的选手代表。七号作品是由北京市海淀实验小学选送的《小豆包之夜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孩子们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有请八号作品的选手代表上场。八号作品是由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选送的《冬去春来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的，谢谢孩子们。接下来有请九号作品的选手代表上场。九号作品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幼儿艺术团选送的《小男孩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小时谦儿。那接下来将出场的是十号作品的选手代表。十号作品是由北京市少年宫选送的《牙牙与泡泡》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